鸡扒妹佢爱港男，鸡扒妹郑嘉纯呢日公碰现身香港国际影视电影展2015，除咗宣布签咗香港一间娱乐公司之外，仲话嚟紧会同陆永合作新戏，喺戏入边佢哋仲会一齐搞一楼一网站添。不过次次都拍住陆永咁闷，有冇谂过同其他香港 artist 合作下呢？其实虽然说我在这个圈子工作，但是我不太看娱乐新闻。咁嚟多咗香港，少不免就要学下广东话噶啦，入乡随俗噶嘛。喺香港揾翻个男朋友，私人教学就最简单不过啦。远距离恋爱对彼此都不好。但是台湾跟香港很近啊。其实虽然说我刚刚说很近，但从我家到香港第一个点也是要总共6个小时的。你还要去机场，在机场还要等，然后上了飞机又要 delay， 然后下了机场拿行李，拿完行李又要坐车，然后到这边太挤了。